Hello， 各位 GQ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云爱妹。有一次，我跟纳豆跟阿 Ken 想主持尾牙，然后就那个主持人就说，那个热场主持人就说，让我们欢迎纳豆、阿 Ken、迅猛龙。然后我就内心想说，哈，这如果迅猛龙以后我，比如说我入围金钟奖或入围什么金曲奖，他说恭喜我们的得奖者迅猛龙，我会觉得很像在开玩笑。就是我个性比较急躁，然后就是常会就是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然后有时候也没有个目的，就是常会比如说跑到那边就想说，哎，我要干嘛？然后就我常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就是做事情比较没有计划，对，就想干嘛就干嘛，然后很贪吃。如果不是艺人，可能是空姐啊、柜姐啊、卖衣服的小姐。